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最喜欢
当然不敢不理你，但是我给他们也没有吧，也没啥问题吧，对不对？都有这个三个人吧，他们在谈吧，那么三个人呢，这么别的那么大场都这么大，但是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上进过的事，去哪一个人多上进过的，上进的他们有一种种可以上进的。上周工作嘛，就问他，就让他娘儿他上周生，多少儿子都光荣的给他上汉上，让他把手抽到汉上，这个是吧？首先，我们应当知道，这个世间分为世俗的法规、伦理道德以及灵性的宗教这两个区块，或者这两个传统，不管在哪一个方面，它的基础都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基础就在于内心的追寻，尤其是灵性宗教方面，他们谈的最主要还是关于心的面向。当然，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有很多的宗教导师，不同的创教者。以佛教来说，我们的宗教导师、说法者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但虽然有这么多的宗教导师以及这么多的宗派，大家所最主要关怀的都是众生的心，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苦乐的问题。既然需要获得快乐，就必须要懂得什么是造就快乐之因。那么就像是《法眼文》里面所说的，愿一切有情众生具足乐极乐因一样，所有的宗教在谋求快乐、追寻快乐的手段方面，都懂得要从因下手啊，所以对于业力因果的道理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那讲到内心的时候，世间的其他宗教传统，他们没有着重在对治我执，他们是在建立自我、承许自我的前提之下来接受业力因果的概念，接受由善因得乐果的想法。而佛教更进一步的看透无我的本性，而对我执加以做对治。我们应该晓得成就善的因，还有佛陀所说八万四千法门的根本，都是借由慈心跟悲心去对治我执心，它的目的跟它的规律都是如此的。讲到慈心跟悲心，可以说凡是下至小虫等一切众生，都有一定的悲心、慈爱心。那么我们就要让它能够扩而广之，让没有升起的慈悲心、没有升起的菩提心得以升起的方式，就必须要信受业力因果。让已经升起的慈悲心跟菩提心不会退失，则是修殊胜的菩提心教法，行持六度波罗蜜多，让已经升起的菩提心能够不断辗转增上的教法，则是密宗金刚圣的教法。如此一来，我们就以三圣的次第来培养菩提心。那个上马喜马的佛呀，
用我那生命教的你的满意用啊其实上了所有满意用的大部分满意用啊你不容易用啊不是这种的上了安排的不容易的对上了安排的满意用啊其实上了所有的马上我找的我找的你的感觉上啊才要给我感觉上的给马上马上这三圣道次第当中，我们在修持的法门属于密咒金刚圣。什么叫做密咒？什么叫做就近的密咒呢？我们要从根本来加以认识。所有的众生本来是佛自性，而如此的佛自性是不会消亡的，没办法被摧毁的。它只是受到暂时各尘染污，也就是烦恼的影响。而变得僵化了，就好像是它的本性是水，但是我们让它坚硬犹如石头般变成了冰块。我们不懂得自己的心本质是佛，所以我们不能够像是汪洋大海般的佛的智慧。如此我们不拥有，我们没办法现前如此佛陀如同汪洋大海般的智慧，我们就僵化像是海冰一样。那么佛陀在宣说教法的时候，他最核心的教法就是讲到了众生本为佛，然为客尘遮的道理，也就是众生的内心自信就是佛，但是被暂时客尘染污以烦恼为主的障碍力给障蔽住了。依故主主王罗揭羌，也就是主王仁波切金刚持尊者，他不管到哪里都会反复的说这两句话。众生本为佛，然为客尘遮。他的大多数的开示都环绕着这么一个主题，而将教法归纳在慈心跟悲心当中，并且以六度波罗蜜多加以统摄起来。那么这样子的教法来到了密咒金刚圣的领域当中的时候，它的特色就包括了方便多门，而且不带苦行。我们讲到密咒金刚圣，讲到密宗的时候，常常会说有很多新义派、旧义派的成就法。有些人甚至会主张我是密码派的，我是旧义派，我是新义派的，如何如何。但是实际上，这个宗派的区别是怎么来的，应当要有正确的认识。这宗派的区别，以前义尼玛派，也就是旧派来说，它是指莲花生大士最初将教法带入了藏地而留下来的传承教法，包括莲花生大师以服藏的形式为了后代而做加持的服藏教法，这些教法属于前义的旧派。而后义派则是指到了后世马尔巴大义师等的巴举萨迦格鲁等各宗派的大义师们，他们陆续翻译出来的密续典籍称为后义派。不管是哪一个宗派，他所要谈的教法的精华都是众生的心本来就是佛心，这是不能磨灭的事实。如果你能够真正体认这一点，则能够让心的本性得以成熟，就像是种子本来是能够生出花朵的，但是你必须要让它成熟。如果不懂得让花成熟，不懂得让种子成熟的道理，那它便不会发芽，便不会开花，那么就会空耗了这个种子本来的潜力。相反的，如果你能够让种子发芽乃至开花的话，它就实实在在的绽放出鲜艳的花朵。如果不能够让它成熟，那么就像是你不懂得心的本性的话，对于今生来说，对于来世而言，都成了一种浪费跟糟蹋。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等于说啥？我们不能做到的。
八十五个人，七十个人，用到了八位，给我们打农民们这个难度的方面，真的辛苦，真的好，我们打那么大，打了就打了农民，八十五八十。修持的普华金刚法门是属于密续续部的法门，那续部法门当中的金刚童子，它主要续部法门关于愤怒尊都会谈到三个要点，所谓见地的宝寨、禅修的关爱，还有行持的命根，所谓的宝寨、关爱、命根这三法。还有当我们认识普巴金刚的时候，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有四种普巴。首先第一个普巴叫做本来智慧的普巴，它指的就是见地，刚刚所讲到的宝寨堡垒。我们说见地的堡垒或者是觉性的堡垒，就是智慧本来智慧的普巴。不管是大手印的传统、大圆满的传统，它都会涉及到这一点，也就是抉择就近的见，大手印的见，或者是在大圆满当中所说的抉择本觉，或者按照教正跟理正所加以抉择的大中观的见解，那个称为本来智慧的普巴。那觉性到底是什么呢？觉性就是那个能够朗朗了知者，比方说对于苦因为烦恼，乐因为善根，这些道理就谁知道善会带来快乐，烦恼会带来痛苦，那个知道者，明明朗朗的那个知道者本身就是觉性，就是我们说的觉。而也有一个觉，他能够认识到烦恼是普遍性的，烦恼存在于所有众生的心中，而痛苦就来自于烦恼，烦恼才是真正的仇敌。这样子的了知者，我们就称他叫觉。如此的觉，如果在我们众生位的话，就称为是周遍一切的佛种性如来藏。那么这样子的觉，我们要有所认识，要把它跟单纯的心识加以区别。就像是智者密论法尊者所说的，应当要区别心识跟本来智慧的差别。所谓的本来智慧，它指的是不落四边、不落极端的超越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是虚无的，因为它具有明朗性，它并不是实存的，因为它的本质空，所以它既不是虚无，也不是完全的存在，它超越了如此的极端对立性。了解这一点的话，就不会陷入到烦忧的心事当中。如此一来，我们的烦，当你具有这样子的见的时候，你的烦恼就好像是心柴，好像是木柴一样，它能够燃烧出智慧的火焰。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见地的堡垒，也就是掌握
自己的觉性啊，所以这个以上所讲的就是第一个觉性本来智慧的普巴，它是属于四个普巴当中的第一项。由于同步翻译的缘故，所以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如今天学问，因为普巴，普巴一般是
奢谈，甚至一种空话，比方说这个好像只是在发新闻的时候去念念，愿一切有心众生都具足乐极乐离，只是一种口头禅式的念诵而已，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你真正的应该要从刚刚所说的了解众生的基础，都是佛的自信去看待众生，如此在安立在众生的心的实相本性的基础之上，你自然的会产生慈心跟悲心，扩大了你的慈心悲心，到了无量的慈心悲心的时候，就能够了悟无我，了悟超越我执，这时候就能够晓得所谓的无二性到底是什么。所以呢，一开始对众生发心，对众生慈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具有对众生慈心跟悲心的这种功德，我们就称它叫做第二种普巴，也就是无量心悲心之普巴。什么的大众生的普巴，大众生的普巴的，他在刚开始啊，他们也很难解决，不能让我回答说话了。이런가시기다그렇다만보고보면한번고민되겠지대사람이마보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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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제일을제말이건상하는건다공다순은사이군이한테서다공체라는게문제상들다에바가에공에다공다순창을편리하는나머지와는다른죽어도되나지뭐선사공사공동인것같아요이헌혈님께서가제신님께서가헌혈님께서가그런거죽어도되나지뭐죽어도되나지뭐선사공선사공동인것같아요남편이가지뭐이래서제가지금그지금이사실발신도또제가보고있는자그런거에제가서보는자가있고인생한바탕이있는것을그런데산천주파와대양천주파를들여서만따로만서만양천주파마음으로도그신이감사한것이내사람자감자그런것을들여서그니다바로자기것을들여서뭐장르를자그런걸넘어놓고들여서산천주파를모아놓고그야이로의성대에대해서그냥그만그랬어짱은아니第三个普巴，不行。第三个普巴称为菩提心普巴。这个菩提心普巴主要是指佛父佛母的修持，或者是麦风明点的修持。在无上密的所有法门里面，都会看到佛父佛母的形象，譬如普贤王如来，佛父佛母的形象。但是有些人在看待这些佛父佛母的法相的时候，把它当成是一般世俗的男女情爱，有所误解，有所偏见，或者是完全不理解的情况。但实际上并不是世人所想的所谓的男女情爱，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密宗的任何法相，任何有相的这些形象都有三层含义，第一个是标志，第二个是象征，第三个是内涵。所谓的标志，比方说像佛菩萨本尊他们手上拿的种种法器，它都是标志。标志它是一种象征法，它有真正的内在的意涵的。例如佛父跟佛母的形象之所以要这样的表示，它要和合的形象表示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表示的是法身大乐，这个法身大乐是乐空无别的大乐，所以我们称它是不生不灭的大乐，也称为自身的乐空双运。它要标志的是法身的名分功德，是法身的空分跟名分的功德是双运的缘故，所以才有所谓的法身普贤王如来佛父佛母这样子的和的象征法。所以它是一种象征的手段，而并不是世间男女的情爱。那甚至像其他的本尊身上的种种的表示种种的形象都有它的意涵，比方说六度波罗蜜多佛陀实力的功德等等都包含在其中。至于在第三种
菩提心普化当中的实修的角度来讲的话，则是透过脉气明点的修法，而使我们本来不清净的身与心转化成为清净，转化成熟，也就是现将现在不清净的脉、不清净的风跟不清净的明点，转化成为佛陀的三身，透过脉、风、明点的瑜伽法，使它转化清净。脉的清净相为佛陀化身，风的清净相为佛陀报身，明点的清净相为佛陀法身。如此去修持脉、风、明点瑜伽，称为菩提心普化，就是第三种普化。这帮助我
有些人可能认为证得佛果那个境界无非就是一种虚无，好像虚空一样捉摸不定的一无所有，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要晓得法身跟报身也是双运的。法身的意思是什么？是诸法本性，它的体性空的层面，这个是法身。而它的自性是什么？它的自性是明性，也就是它不是空空如也的完空，而是具有明分的。这个明分我们就称为报身。报身有所谓的无量无尽的报身刹土，它就是法身妙力的明分的展现。而无量无尽的报身刹土具有五种决定性，所谓的处所决定、时间决定、教法决定、说法本师决定以及文法眷属决定。所谓的处所决定指的是他们安住，所谓报身刹土就是密严奥明刹土，这个叫做处所决定。再来呢，时间决定是指恒时转动妙法轮的时间，称为时间决定。而所说的教法决定，指的是在报身刹土当中唯一所说的教法都是大乘法。本师决定指的是说法本师为佛陀大金刚时，也就是报身本师佛陀。那么文法眷属决定指的是文法大众在报身刹土当中的文法者都是登地以上的菩萨，所以这些确确实实都是有的，确实都有报身刹土，无穷无尽的报身刹土。比方说有些人会怀疑极乐世界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吗？这种疑虑心大可不必的，因为极乐世界确实存在。它怎么样存在呢？清净刹土存在的方式就是菩提心的自相的展现，就是清净的刹土。如何成立这一点呢？比方说以轮回世俗的角度来说，只要有烦恼，烦恼的自相就是痛苦的面貌，它的展现一定会带来痛苦，所以菩提心一定会展现出它的自相，就是无穷无尽的清净刹土，这一点是毫无怀疑的。以上所说是关于报身。再来是化身，佛的化身是由报身而现起的。那么他在六道界当中饶益，以不同的形象饶益众生，有的众生是清净有情，有的是不清净有情，不清净有情跟清净有情都能够普遍的共同的见到佛陀的化身。比方说尊者达赖喇嘛，他是人类的形象应世，在他的度化大众当中，有的是清净的众生，有的是不清净的众生，都能够看得到他。那么当然这个是从世俗相对的角度来讲，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当然实无众生可得，就是从究竟适应地而说。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法身跟报身是双运的，由法身而现起明分妙力的报身，而由报身又现起的化身，这个三身的状况是如此的。以上是衔接的第三个图画，也就是菩提心图画做的延伸。这个当然是我们说的啊，马云马这一种。那么我们休息30分钟，希望大家不要断掉咒语的念诵。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
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9月13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30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8686，039898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彭纯之医师。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要请同学持续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卫生防护。另外也要请家长特别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如有发烧或身体不适，请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同时在校期间也要请学校伙伴与同学们定时清消学校环境与设备器材，使用空调时搭配对角开窗，确保通风良好。搭乘交通车请全程佩戴口罩，用餐前应正确洗手，用餐期间不交谈。校园防疫不松懈，安心学习有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密咒金刚乘的祈愿超越了希望与恐惧的二元性，有如鸟儿飞翔的路径，就有如这样的说法，圆满道不经五道而入，佛陀道不经愿求而度。在你仅只是认出觉醒心的无谬无状态之刹那，即是认出任运现前的法性之刹那，你就既不希求证得佛果，也不恐惧落入轮回。如此一来，愿望即已从根本上净除，修道即已于根本上超越行度，了解并悟得这个本性，即是总集一切祈愿与单一的至要关键。真实圆满的佛意与三界有情众生之心，其间的差别即不外乎是了悟与未了悟心性的差别。有情众生由于未能了悟此一自性而产生迷惘，并因这个无明而历经无数种类的痛苦，于是众生便在轮回之中流转。佛果的本质早已在众生之内，但他们无法认出。
佛果的本质就在你心中，特别是具足八暇十满的人道众生。此外，个人所拥有的佛果本质，并非男子比较丰盛而女子比较缺少。因此，即使投身为女人，并不会因此而无法证得佛果。佛陀教导了八万四千法门，以便众生能够认出与了悟诸佛的智慧心，但这些了解全都包含在上师的三字教言当中。因此，即使你学识低下且才智薄弱，并不因此而处于不利的地位。消在因所有时候。
小镇饮食六十步，看莫小镇饮食六十步，看莫小镇饮食六十步，看莫小镇饮食六十步。小镇饮食有时候，那么小镇饮食有时候，那么小镇饮食有时候，那么小镇饮食有时候。小镇饮食有时候，看莫小镇饮食有时候，看莫小镇饮食有时候，看莫小镇饮食有时候。小在饮酒有时候，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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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在饮酒有时候。
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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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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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灾延寿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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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灾师父，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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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